地下通道淹了，淹下来了，平了，跟地面持平了，都过河呢，开始，咱下一会儿就开游了，走不了了。一个平面了，那边好像还高一点。走走走走走。我掉了吗？漓江军府的水还没有抽干，它又开始钓鱼了。这下难搞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条裤弄干净。那个应该搞高点的，太矮了。这个对垃圾还没清运完，这里还有很多垃圾，涨水涨到那个位置，窗台下面一楼全冒了，现在又下暴雨喽。这天哪，还在打雷。也是归零看海了，好吧。又在开始封路了，又在开始封路了！老天爷，能不能不要再涨水了？能不能不要再涨水了？我已经四天四夜没有回家了。哦，上台睡着啊，上了车子过来的。这种下面传送的是水道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一点了。这个几米深的汪洋大海的，这下面冻的全是水道，这个全部要绝收了。抛水车来喽！我看了，这个是这真抛水车。是的，我得搞到好了的，老气势在紧啊！这该探水的哈，这得探水流走，没掉价的。2024年6月24号下午3点多，桂林市湖王街清理垃圾的挖机把自来水管的一段堵头管道挖爆以后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，甚至没有在闯祸的地方为自来水抢修人员清理出必要的工作面。由于水管断面在路面以下，自来水公司抢修人员到场后，一边清理出工作面，一边人工开凿路面。因上一级的主管道阀门控制区域设计的街区比较广，自来水泄压时间比较长，为了降低对周边社区居民的生活影响，抢修人员带压施工，将一段带有发梁盘的套管套在被损管道上，并装上套固，成功完成堵漏。到晚上9点半的时候，已经恢复了供水。为此，对前者提出严正批评。这个水淹了3天，这是第一天的样子。我被困在外面回不了家，这是我爸拍的。哼，笑死，根本回不了家，笑死，根本没有家，家在哪呀？一楼都没了，水都2米了。我给你们换多少个吧？呜呼，才差那么点。一点没点，那张白单啊。呜呼，你包两个，包两个。我可以吧？不可啦！你们跳，
你看看，会你看看，回来就看红，啊。我是群发街上的，整个街的楼都过不得身了。你在大老板说苗子，这条品种，这条大小，去淹水了。住长沙这么久，之前一直听别人的新闻。现在没想到自己小区也要因为这种事伤心。哇，韩浦发大水了，韩浦发大水了，我的天哪。哦吼，碰到鬼了，你看那底下的围墙垮不哒，碰到鬼，哦吼，我们会遭殃了。看得了，哦吼。